鸡鸡太长到底是福还是祸呢？国外有名鸡鸡长达26公分，只比乡民短一点点的男子，靠着傲人的下面成为了专业的 AV 男优。他每周可以从平台赚进10,000英镑，也累积了不少的粉丝，可以说是名利双收。不过同样都是大老二，对其他人来说却可能是场悲剧。另外一名男子有着超级雄伟、比手臂还粗的鸡鸡，但他的生活却因此陷入了烦恼。男子表示，因为自己的鸡鸡太大，导致他无时无刻都像在举。不止呢，平常得要穿着特制的内裤，就连在求职的时候呢，都曾经被面试官误会，最后不予录取，找不到工作，让他倍感挫折。同样都是鸡鸡，却是不同的两样情啊。那大鸡鸡真的比较好吗？女生一定都喜欢大鸡鸡吗？这支影片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哦。